箱子里呢有两个神秘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两个铁球钢球，但是不是我的，是我助理的。为什么他会放在我箱子里呢？因为他懒得拿。拿这两个铁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平常这样玩玩玩。为什么要这样玩呢？那对，有时候还可以防身什么的。